娃娃倒懂，你可考虑清楚了。这娃打小能听见鬼步，您总有给口饭吃就成。留下来吧，快叫师父，快呀！问官之用，在通关距离，请金环答一问，一问生，复问死，再问心头事。师父，十一。哎，十一姐，这回回下斗，怕是不怕？军阀割据，杀人如麻，乱世饥荒，满地恶瓶，乡绅横行，穷如草芥。哼，人都不怕，怕鬼作何？十一姐，你莫不是读过书吧？你想让我带你去？十一姐，这玩意儿冲得人头疼，这回里头没啊？孕妇？这么不能动，走吧。十一姐，她娘的在动啊！屠老妖，出来了，是个娃娃，活的。既要带走，便先问问他的来历。问谁？问官。阿英，这娃娃的骨我摸过了，非鬼，也非人。摸骨？南摸骨，北问官，你听过没有？吃这行饭的，做这个卖身的买卖，手艺不精吧？这是？放屁！旁人是卖身，老娘做的是理想。十九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十九，何处来？何处往？来历几何？九，莫不是他的名字？那便唤你宋十九。我会说话了。要鼓掌吗？十一，天津卫有一桩买卖。您老买卖做这么远？姑奶奶我也算桃李满天下，你懂个屁。冷吗？我不冷。哎，这是啥？瑶草。相传女子若得了瑶草，便媚态天成，娇甜入骨。这男人呢，没一个招架得住的。启丁，开棺吧。得嘞。十九一直没招。不好，我们恐怕身至幻象，并非人间。我在这画中几千年，好容易来了人，怎能不留客呢？哪里来的妖魔鬼怪？爷爷我可不怕你。下机杀三军一夫，亡一国两亲。扯谎不是，下机可是出了名的男人。这便是我本来的模样。听你机缘巧合得了瑶草，才有了现在的模样，还请神明能够保佑。我可以赐你容颜永驻，不过哥。少儿妹妹好。以前也没见你对我如此关爱。今日是寡人公主及笄之夜，诸卿不必拘泥。少儿阿满，公子中毒已有三日，表证其发。什么意思？依然无解。公主即可出嫁成国，寡人一刻也不想再看到你。少儿，可是有心事？但证书入关之后啊，我并不做着什么陈武大夫。那些谣言，亲戚匪戏，城市背景，比赠仁者，意义大甚。你我既是夫妻，自当真心相待。你不是说过会一直陪着我和舒儿吗？终是为夫失言，夫人。
父亲身体一向康健，突然病逝难道不蹊跷吗？蹊跷？同时光做了交易，总需要拿些东西来换。原来这一切孽障因果全都是因为我。我心灰意冷，隐居诸邑。世人常道红颜祸水，好似这血雨腥风，江山颠覆，全系于小小的弱女子。大王，此女有财补之术，此妖术会消耗大王精元，大王三思啊！放肆！这群老匹夫竟将寡人同那些庸夫相提并论，还是一个个都活腻了。多逢乱世，身不由己。我这样的人，还有什么资格奢求情爱？老贼，你霸占我母亲的时候，可有想过今天？夏支书，谋逆弑君，是以车裂之刑。是。失去的又何止是这些？那后来呢？后来我遇见了他。去无祥求娶夫人为妻。去了，如果我没有了这副皮相，你可还愿与我携手白头，相伴终老？无心月儿，山海不移。我同他两心相印，海誓山盟。可是，一想到过往种种，少儿，便寝食难安。过来。于是，我前往少石山再寻神眷。九大人，姬少如今不求容颜永驻，只想同我相爱之人终老一生，再无奢求。既是交易，时辰自会加倍偿还于你，可想清楚了？若没了他，不老不死之身又有什么意思？谁知你终究有散，竟是成了妖物。无心月啊，男人的嘴怎么人的嘴？那位大人叫什么？我只唤他九大人。九大人，我小啊。以你之言，那话乃屈无同你风花雪月时所作。这可为何上头你在哭呢？阿姨，探骨。摸骨三探，一时人鬼身。若有未尽言，说与姑奶奶未尽言。你若是喜欢的话，明日我给你带最喜欢的桃枝。树心，你怎么又在偷懒啊？公主殿下，放肆！请大王收回成命。谁敢阻拦公主出轿，就如此人。公主，树心，树心，我将死之时念的竟是他。你与那树心缘分未尽，投胎去吧。我十分好，我长大了，我便嫁给你。倒是不必了。这又是哪一出？咱们出去一个子没赚着，我是知道的。往后你出门寻活也只管带着我，不必额外给洋票子，是不是呀，小十九？先生，我有一桩心事。叫我十一吧。玉溪未了，十一年前，梦一场。
此情已成追忆，零落鸳鸯。自我见到你起，我便知道你能帮我。你说的不远万里在哪里？长安，我的故土。若对望月，可见故人。我连我是谁都不晓得，又哪里来的故人？你让我去，究竟是找什么呢？骸骨，我的骸骨。我在那里躺了许多年，无官亦无辈。我不知晓我的姓名，但我想知道我是谁。风月佳人，倒是有情趣极了。阿燕，他的未尽之言是什么？若有未尽言，说与姑奶奶听。小怪物，我又了不得了些，我能够控制生长。十一，你几岁了？不记得。那你喜欢我几岁啊？一两岁吧。为什么？会吐泡泡。唐代的我，从前请来的先生也这样说。依着天井的树木同碧龛陶俑来瞧，墓的主人地位应当不低，却毫无壁画、铭文、倒背。哎，十一姐，开了！仿佛刻意掩盖身份似的。是骨头。十一，问官。何处来？何处往？关外白骨何人？愿意是我的小女，其实我有个更夺目的名号，大道纵横，玉年香彻，红烛清雀，酒宴流至，九天宫阙，万国来朝，四方无事，天下太平。我同他年岁相当，事当勤勉，则志趣相同；诗文作伴，事不当勤勉，交情甚笃。景龙四年，唐龙政变，龙基诛杀韦后一党，斩阿环于旗下，权势滔天的镇国公主，在无能为力之时，同贩夫走卒也没什么两样，无关人等都放了吧。不过你怎么糊涂了？我身上流的可是李家的血，帝王宝座冰冷彻骨，若不斩草除根，又怎么能坐得上去呢？不关心，侄儿告退。我悲痛万分，赠捐五百，前世定计，竹林桑荫，青提墓志。这墓里并无你提的铭文，这墓又哪里是那一个呢？你可曾听说过返魂术？此术可治返生香，至死尸笔下能复活。先天二年，我权势过盛，再如此放任下去，怕是要无法无天了。当初答应你的可是全部都得到了，还真是狡兔死走狗烹。放肆罢了，我被迫自尽，含恨一年，拼命逃至这山里，余生能遇到如阿玛目，差一点儿，不过一点儿。我从未向他吐露过半句情意，只要他返魂复生，
听我一句心底话，算了，差了便是差了。你方才问的那一句，阿婉还记得我。如此孤魂野鬼许多年，也罢了。你既有反生香，为何不自个儿用呢？留得青山在，又怎会有憾事？那返魂术不是真的，你一早便知，是不是？你以伪药欺人骗己，只是为了免于悔恨，执念至死，竟千年不散。你口中的阿婉，究竟是怎样死的呢？阿婉，你在河灯上写的愿望是什么？当然是大唐永安啊。切，无趣。愿殿下福寿绵延。阿婉，你看，好漂亮啊！真想一辈子这样。嗯。阿婉，公主殿下今日打马球受了风寒，臣开了几味药，才人吩咐下人按时煎制即可。阿婉，今日上元宫宴上，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我想我阿娘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撒谎，她似是乘风踏雨而来，斜日半月而生，远远望着，就觉世间万物不过如此。我想成为一支弦上之箭，一直在她身边保护。上官婉儿，你好大的本事！此事公主毫不知情，请天后赐臣死罪。朕把你从掖庭赦罪，封才人，掌诏命，是惜才。命你陪伴月娘左右，是深宫诡谲，让你护她周全，而不是让你横生妄想，大逆不道。她可是大唐的公主，有她自己的使命。臣承蒙天后恩泽，日后定当恪守本分，绝无半点逾矩，恳请天后明鉴。公主这是急火攻心啊。两位大人这边请。殿下，殿下怎可这般傻？朕是告诉过你要积极争取，可朕也告诫过你要审时度势，而不是自讨苦吃。阿婉，阿娘说的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让我嫁给薛少的，我们是会要一辈子在一起。瞎说，朕不明白。不明白。好，本宫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之公主贤良淑德，特赐城阳公主之子德佳音，则定良辰吉日完婚，钦此。月娘，这件事是你让干的吗？臣等请陛下还政太子。降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儿臣恳请陛下还政。朕之功过，自有后人评说。你想要，我不稀罕。陛下传位于殿下的诏书在此。姑，哦不，朕倾慕上官才人已久。传朕诏令，即日起，册封上官婉儿为昭容。上官婉儿，臣见过殿下。你来做什么？臣斗胆劝谏殿下。你还是不信我？不要再卷入纷争。凭什么我的人生要被他们决定？凭什么我不能得我所想？殿下，你还是要阻止我。自古权谋之争，几人能独善其身，又有几人能全身而退？你也要我退是吗？上官昭容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从今以后你我各自为营，两两相望，再无阿婉月娘。月娘，
禁楼四年，中宗离线暴走，为平衡朝堂各方势力，我不得不同阿婉联手起草遗诏，立李重茂为皇太子，为后临朝称制。圣上的谕旨到了，宣殿下即日返回上京。下棋醉计不转，姑姑可知陛下此次召侄儿入京所为何事？三郎何时如此沉不住气了？姑姑教训的是茂儿不过是个傀儡罢了，韦后安乐公主毒害中宗已是司马昭之心，姑姑只是担心这天下要落入外人之手了。姑姑的意思，但何以起誓，还需师出有名。我这有一份上官婉儿起草的先皇遗诏，如今韦后乱政，李家江山何去何从，临淄王可要想清楚。侄儿给姑姑请安。可都安排妥当？是的。三郎可还记得神皇陛下欲成大事者至亲亦可杀，空有这驾驭天下的本事，只会像我的太子哥哥一样。侄儿谨记姑姑教诲。本王今日奉先皇一命，除乱我大唐社稷者，凡伪寇党羽，格杀勿论。阿婉，你可知我最喜欢的女人？殿下是你，我最喜欢阿婉的眉，不知这双眉眼能把谁装进去？殿下。成王败寇自有天数，可否劳烦殿下奉臣带句话给公主？阿婉阿婉啊，太傅说的孟婆汤真的有吗？有也不喝，阿婉会一直记得月娘。阿婉跑快一点，公主曾同臣说过两两相望，臣那时的回答错了，忘了也好。上官婉儿死不足惜，唯愿大唐永固，愿殿下福寿绵延，太平长安。动手吧。启禀公主，韦后党羽尽数伏诛。皆有命，情恨别离不由人，是我权力熏心，自食恶果。人是善于遗忘，阿婉总是比我聪颖些。公主殿下，按您的吩咐，昭容的遗物都在这儿。都下去吧。是。上官。山长水阔，何处太平。阿婉阿婉，你写的是什么呀？现在还不能告诉月娘。小气鬼。今日阿娘可是让你起草的赐婚诏书。是。阿婉可有话对我说？天下同驸马，天作之合，韦后安乐野心愈深，孝王父子不甘人下，月娘处境越发危险，只要能护其周全，大逆不道又何妨。夜下洞庭初，思君万里余。阿婉，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殿下，东西找到了。听说姑姑一直在寻返魂术，不知是何人，值得姑姑如此大费周章，要寻这逆天反生之术。李隆基，终有一日，你会如我一般，求之不遂，爱而不得。月娘，亲眼看着最亲最爱之人困于水火，无能为力，不渝之心，悔恨终身。哭什么？心里头十分难受。难受什么呢？月娘同阿婉的交情，是我同你这样吗？我们认识不过才十来日，哪里来的交情？哦，不过我如今觉得十八九岁也好。怎么说？会吐鼻涕泡。我瞧着你并不十分像夏木的，倒干了些黑白无常的活计，混口饭吃罢了。你哪里是缺一口饭的人？缺一个不够。我们店里有许多茶。你平常爱哪样？太平猴魁。那是太平呢还是猴魁？阿婉，有客人来了。涂老妖，嗯，你说李十一喜欢不喜欢我？嘿，这个问题还用说吗？他肯定喜欢你啊。咱们谁不喜欢你？不是那样的，是情有独钟，你同你婆娘的呀。那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你别问那么多，她是你娘，不过活了十几日学人谈爱情，真新鲜。阿音姐姐，我有心事。怎么说？我看见她心便突突跳，不见她心就痒痒挠。她待人自留三四分余地，到头来仍是无牵无挂，将心搁在她身上，怕不怕？十九不怕。想清楚了吗？我是这儿的老板唐玉，叫我阿唐也成。你这店里实在太亮，晃得眼睛疼。各位有所不知，这不是普通的油灯，是人鱼膏。相传南海之外有鲛人，尸骨熬成油，一滴可燃数日不灭。哎，您这小店里竟有这样的宝贝？什么缘由能让你花这样多的银钱只为点几盏灯？你倒是头一个问我的。要涨潮了，我在等一个人。师傅你看，那些好像是官兵的船。快通知大家赶紧跳海。师父，师妹受伤了，快走。师妹，救命。过一天算一天。阿唐，我不要你过一天算一天，我想你每天都和现在一样。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，勉强答应吧。小师妹，可算找到你了。我和阿唐就先走了，他答应我不做海盗，你们多保重。阿唐，是有这个事吗？这小子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？说实话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我相信阿唐也只想做个普通人，
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。你休想把我师妹带走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师哥，要杀他先杀我。你们认识很久吗？也不过是七天。阿唐，你要回家了，你不要阿唐了。你这样，我也会难受。可是，只要不分开，就不会难受。我离家也有些日子了，所以你是不是讨厌我？我怎么会讨厌你呢？那你会回来找我吗？我眼睛不大好，还找不到来时的路。那我在靠海的地界盘一个小屋，点最亮的灯，必定能找着。好，那一眼一定能瞧见。我舍不得你，你不要哭，对眼睛不好。要哭，你哭了，你是为我哭的。哎呦，老伴儿，岸边那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号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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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临海滩惊现鲛人阁前。谢老板，临海滩的这具鲛鱼骨价格可不便宜，你一个小姑娘买去做什么？做灯。这店一开就是好些年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。我听说鲛人的故土在南海，离这里很远，你碰见他很有福气。嗯，既有福气，大约能等到吧。那我在靠海的地界盘一个小屋，点最亮的灯，必定能找着。现在外面都在传，说咱们店里有不干净的东西。不至于吧？不可能。他们就是欺负老板娘你是个女人，羡慕嫉妒恨。没事，就按之前说的行动，我负责北面，小小江你们负责南面，我们去把他们贴的大字报给清理了。都是些什么人呢？这些年辛苦了。鲛人一生可化形一次，变作人样时眼内有物，事物不明，幻化七日不负人心。阿唐，有一个秘密一直没有告诉你。是什么呀？其实我们认识比你知道的更久，不管曾经还是以后，我总会陪着你的。我知道。金子、银子，究竟比什么都入咱们十一姐的眼。这才听了一两句，便要往那墓里头钻。你若不愿，不去也成。屁话！姑奶奶不去，谁给你收尸？指望这老弱病残？十九是弱。哎，哎，英娜奶奶，拿了金子要做什么呀？进门成一局的衣裳，姑奶奶全包了。奶十九啊，你呢？实不相瞒，我还没见过金子呢。别动，下面有东西。这是？是赤灵羽。看来这里有吸引他们的东西。哎，兔子！是什么？是恶兽。这吃人了！
何受以谎言为食，若几人同行，便挑最善说谎一人先吃。阿姨小心。十一，这里有机关。阿姨，十一，你快走。阿姨快跑。让我看看，以后这种情况就赶紧跑，别管我。我没事儿，倒是你小伤而已。这雾灵山的生意还是我替你去吧。我接的活，曾好。师父临终前可把我托付给你，你可不能瞎拼命。况且我阿英的记忆还能比你差不成，等着吧。死人谷，活人叹，一叹人鬼生，二叹生卒年，三叹灯灭谷不灭，可有为尽也？这是。十一，我不想干了。什么？今晚玩得很尽兴，下次还找。那您可要说话算话哦。阿姨，你什么时候回去？回去？继续干老本行吗？我可吃不了那个苦。阿姨。十一，我回不去了。我叫阿英，我此生撒过的弥天大谎叫做理想，我会骗他一辈子。阿姨，主动的法术的十一，十一姐，我们咒主收鬼魂对古圣没用。阿姨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快走吧。要走一起走。十一，才身为人不久，没说过谎。我若立刻说许多谎，是不是便能同你一起死了？十九，快出去！李十一，十一，十一，放这边。好，十一啊，你把柴火挑水的活干了，以为是在帮他，你这是在害他。不信，等着瞧吧。日后有钱了。就在面里握上鸡蛋，想握几个就握几个。阿姨向来不爱认字，为何要看这么多书？性柔口毒，冷而淫。腾蛇，道长。腾蛇乃女娲座下蛇族神兽，轻易难解。可有法子？白喜为左，为尊于腾蛇。我叫李时，我用几年的时间说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谎，叫做若无其事。师姐，师姐，快躲开！少爵的死兔子。我若立刻说许多话，是不是便能同你一起死了？我不喜欢李十一。听到了，对吧？你预备如何驱赶我呢？我非人，不怕招魂，也非鬼，念经不管用。你要如何吓唬我，才能让我不喜欢你呢？不许。你待我好，却不许我喜欢你。世间竟有你这样霸道的人。你多大了？从哪里来？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同我认得多久？晓不晓得什么是爱情？你了解我什么？可是。即便如此，我不能爱你吗？我不知我的来处，也不知我的归途，我不知情之所起，也不知情之所终，我便不配爱你吗？你我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石头、花草、树木、星辰，我不能爱你吗？花会开花，星辰闪耀，世间万物自有千千万万种方式爱你。我是不晓得我是个什么怪物，若可以，我也想将我的棺木捧至你跟前，让你问一问我的生辰，请你听一听，我是不是满心满意喜欢你。
的个亲娘啊，一个奶娃娃能懂这样多，谁教他的？不是我，天赋吗？腾蛇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阿恒，我见过你，在西安。你从前惯常叫我阿罗。从前？什么从前？记不记得？便算了。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叫你爷爷来做什么？盗墓还是捉鬼啊？我姓严，名福提，小字阿罗，旁人喊我十殿阎王。笑死爷爷了，啥玩意儿啊？阎王，阎罗不在冥府，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经常在这里批阅公文。这是个啥？一点爱好。喊我来做什么？我有一好友不见了，想请你帮一帮。凭什么？他的身世想必你想知道。十九的前因你当真知道？我从未骗过你。好久不见，九大人。我别来无恙，赴无应。哎，我说英娜奶奶，咱们真要去给阎王找花木兰吗？阎王都找不着，我看不是啥好活。哎，英娜奶奶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傅无英这名字倒是有些好听，要不我捡来用得了。你的来历想不想晓得？想。你从前不是说不论你是个什么怪物？我想知晓我如何生，怎样死，忌讳什么，惧怕什么。我想一直陪着你。我听阿罗的语气，我的身份仿佛不得了极了，往后我东山再起自会投桃报李。你可知东山再起之东山是哪一座山？我不知道。李恒不记得我了。他是李十一。是阿恒，我认得。那如此差遣他不怕吗？怕，不过千载难逢。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北魏的行阵。北魏略有头脸，不是多在平城洛阳一带，怎么会到燕山来了？是他。何处来何处往？你是谁？他娘的站起来了。定。别动我姐姐。从我叛离魂策军便晓得有今日。你不是木兰吧？我真的不会打仗，只会让跟着我的将士灰飞烟灭。我从不是木兰这般勇敢，而我却什么都做不好。我没见过战场，在成为他之前。我乃泰山府魂策军统将花木兰。此意如何？回禀府君，木兰涛败了。先前上报混沌，收编鬼域，让他统领魂策军，可不是为了十战九败？是。你来了，木兰。府君今日话有些重。我没放在心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或许我……或许是心结吧。你雌雄不辨，可知在人世间诸多事情是女子做不得的。我忘了你生来就在泰山府，又怎么会明白呢？我早就不是我了。这神徒令上籍贯年岁，生辰死令，秘术无二。
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别过来，你们别过来。将士们，收呀！我们不干了，对，我们不干了，干了。要从这个角度出击，我才不要写打战。武林，你快还给我。你看看你这绣工，木莲，你就别再笑话我了。这以后可怎么嫁人呢？柔然边族入侵，不知道战事怎么样了。嗯，这打仗都是男人的事，我们也只能多做些御寒冬衣。木莲，我日前看衙门口的告示说，每家必须出一名男子上前线。我们家又没有男子。爹，你手上拿的是征兵入伍的征令吗？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大丈夫捐躯报国，是无上荣耀。照顾好你娘和木莲，木莲性子软，多少容易吃亏。爹，爹心意已决，不必多说了。我知道欺君之罪非同小可，父亲年事已高，没了我这个女儿，他们还有你。战场厮杀，生死转瞬，替我向爹娘告别。若侥幸得还，木兰定会去祠堂谢罪。豫州花木兰，你迟到了，敌人可不会等你准备好。是将军。花将军，兄弟们终于回家了。是你们木兰？我在这儿，你在做什么？没干什么呀。一别今年，家中一切可好？好啊。父亲可还怪我？他以你为傲。欺君罔上，本是连累家族的大罪。好在陛下圣明，感念你孝义忠勇，许你衣锦还乡。这次请亲时间仓促，陛下要我即刻返京，不能一直陪着你们。战场上大杀四方的花将军怎么变得这般扭捏？你要做什么？好好睡一觉吧。无脸，你能替父从军，我为何不能替你入宫呢？属下在此恭候多时。木兰，你要过得安安生生，稳稳当当。你不会以为朕对你感兴趣吧？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的在宫中待着。竟敢对封昭仪大不敬，此毒酒今后就统领魂策军，荡清鬼域吧。木兰，你确信这棺材里头是寿终正寝的花木兰？姐姐的一生由我亲眼守望，这不可能。哎，
哎，这股怎么可能？怕是个姑娘。灭古不灭，何有未尽也？灵王，你在哪里呢？没有，是他的战吗？他早便死了，同你一样，死于理想不灭。你前儿喊我什么？傅无依。咱们见过？见过，一面之缘。一面之缘，你记得这样清楚，怕不是那傅无因美艳绝伦？姑娘，这回不成还有下一回，保不齐有精神的小伙儿等着。你方才说泰山府的人不是美丑，此之那头是精神的小伙，却不是一头猪。姑娘，你都哭了好几日了，那你说怎样才是好看的？我和孟婆打个招呼。这位公子便十分漂亮。我其实不大变得美丑，只是听闻傅无因许久未出阁，是因生得不漂亮。阿白，可不能乱跑。阿嫂如何称呼？颜娘。我啊，从前是保媒的，瞧见适龄的姑娘便好问上几句，姑娘别见怪。您做这许多媒，有不成的没有？是有一桩，倒是十分稀奇。真是谢谢您。不客气，慢走啊。我想托您做媒。姑娘还请告知生辰八字，爷娘才好帮您物色。没有生辰，也没有八字，总之我把轿子抬到你这儿。我从未见过这样好看的眼睛，一时失了神。姑娘，这太多了，若是找着了如意郎君，便请进轿子里抬回去。我万分上心，他却总没瞧上。那轿子啊，十分精巧，红底燕过胭脂，让人忍不住。我一落座，青天白日便扯了雷，竟下起了明晃晃的太阳雨。我心虚的慌忙爬出，那姑娘在远处脸颊绯红，眼神似是了然，又似是浑然不知。那一面之后，我便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后来搬到了这里，阿白便跟了我。他年纪大了，腿脚不是很利索，胆子也小极了。我俩相依作伴，一过就是许多年。爷娘刚刚抱的是什么？是狐狸。原来是狐狸。我同你说个故事吧。涂山灵狐修400年才能变成人，500岁的时候要娶亲，抬轿上门，迎接涂山，否则呀就会重回兽形。啊，这么严重？小族长，你要思虑周详了。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意中人呢？这意中人入轿的时候啊，晴天下雨，半日不停。晚辈知道了。不知不觉已经500岁了。几位胡前辈，一定要把意中人带回来呀。这个故事叫做《随随白狐，九尾庞庞，与君相拥，地久天长》。爷娘，爱一个人是一个举重若轻的秘密，哪怕将心脏倒得百转千回，能道出的却只是一二。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情话，哪怕不是对我。吞食乱情，这便是你入了胡同的缘故？你有办法吗？我本是年轻，不便自修，吞蛇需要的金元我有。阿银姑娘是头一回同女子共赴巫山吗？何以见得？你方才神魂颠倒时喊了13声李师爷。你是头一回吗？是啊。怎么，你有什么喜欢的？下回少喊一声旁的。下回我体内是有神兽的气息，
却不是腾蛇。不是腾蛇，那是什么？机缘之下，我食了灵猫肉。食灵猫者，会丧失嫉妒之心。你那元娘，哪有半点妇德？自古以来，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？如今这般善妒，说出去丢死人了。母亲，凡天下女子，若有了意中人，自然是想占尽天下独一份恩爱和怜宠，哪里有不嫉妒的呢？我看你们是要把回娘气死才罢休。阿父，可是娘又说了什么吗？没有，云娘可是藏了什么好吃的，这气味引得为夫都有些馋了。只是些寻常糕点罢了。之前你就一直想去虎丘。我看那些话本写得精彩，就忍不住想去瞧瞧。娘子当真可爱。来来来，公子快里面请。这位公子面生啊，一回生二来熟，快快里面请。公子可真有眼光，久慕姑娘盛名。金玉一件，名可副实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如你帮我画吧。这样可怎么使得？男女授受不亲呢。公子的手可要稳一些。师父，停车。公子来的这般殷勤，不怕污了名声？不会，姑娘虽出身风尘，却才情过人，怎可妄自菲薄？公子都是这般安慰人的吗？笨死。那我自罚三杯。公子不是名酒。好酒，好酒。姑娘，好巧啊，你也来逛灯会吗？可有相中的花灯、胭脂水粉什么的，交给我，不差钱。公子若再纠缠，小女子要报官了。其实我是女儿身，没有冒犯姑娘的意思，只是对姑娘一见如故。你以为那晚我为何没与你同榻？我就是想看你会瞒我多久。任凭姑娘责罚。那就罚你为我学一支舞吧。学舞？舞与新月之人。我明日便回姑苏，你就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吗？保重。那你明日会来给我送行吗？你知道教父很忙的。元娘，那你明日会来给我送行吗？你知道教父很忙的。我不管，你一定要来，我等你。是不是喜欢我？是啊，喜欢就喜欢，讨厌就讨厌嘛。问世间谁最坦荡，只叫我当仁不让。原来他那时便知我是女子，那为何？公子，很晚了。不是很舒服，先告辞了。南风知我意，吹梦到西周。赎一个清官人给我做妾，你以前可接受不了。他自是和他人不同。山有木兮，木有枝。
悦君心。阿元，试试看，我趁应该早些来虎丘的，这样就能早点认识你了。云娘，你当真想瞧我同他卿卿我我，举案齐眉，共挽露春？你当真如此想吗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永远在一起。好，那就如你所愿。不好了，少奶奶，新娘跑了。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。月你负我，还愿你负我。少奶奶，我趁应该早些来虎丘的，这样就能早点认识你了。此境何处？姑娘入了黄泉，引魂往生，须过这泰山府彼岸殿，饮一碗孟婆汤。汤药虽苦，却可忘却前尘旧事，入这轮回之道。可否求您多给我一碗？我不怕苦，只怕忘不掉心中之人。可还记得了？云娘，我不愿投胎，不愿与他陌路擦肩，对面不识，那便只能做个孤鬼。你可想清楚了？我想活一遭他的活法，瞧瞧他心里揣着一个人左右逢源时是怎样寂寥的滋味。又或许我能再遇见他。八百里黄泉，我见过许多人，他们或笑或怨，每一个故事都百转千回，我听着自是流了许多泪。孟婆汤便是以泪为饮，寥寥前尘，世事皆休。下次你路过，人间已无我。你们应当听说过我的故事。大人，此事惊动了府君。这下可糟了。府君到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只是在等一个人。他若不来，你不投胎也罢，正巧孟婆一直无人，待你把汤药送尽了，便许你再入轮回。真的？你意如何？谢过夫君，这一等便是整整50年，每日我都会询问鬼力。我要是你啊，就喝一碗，来，一了百了。我不想喝，我怕我喝了便不记得洗凉了，我们约好了的。阿江，阿江，阿江，我很快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交拜，送入洞房。这不是昨天才成婚吗？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朝廷的命令也敢违抗，你家夫君有几个脑袋啊？阿江，你我和离吧。我会一直等你回来的。照顾好自己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老伯，这儿离长城还有多远呀？姑娘，这儿是幽州，长城还在幽州的北面。范大哥他们，你说什么？来人啊，进来私逃正义，带到城墙长城下埋了。你说过让我照顾好自己等你回来，你这个骗子，要我怎么办？
喜良，我来找你了。你到底在哪？阿江，终于有消息了。阿江，你这可算是苦尽甘来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喜良，你……阿江，我对不起你。你不是早死了吗？为何现在是这般模样？小姐，您回来了。喜良哥哥，你怎么还不醒？我有好多话想和你说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。你不是说长大要娶我的吗？这是在哪儿？听说了吗？孟姜女把长城都哭倒了。还听说了呀，是找她男人的骸骨吧？喜良，怎么了？把手给我。真幼稚。阿江，他不会不记得我了吧？不记得也没关系，总有一天你会想起来的。喜良哥哥，我也没想到还能遇到他。这事就由奶奶来找了。嗯，奶奶。喜良哥哥，他们说你准备离开这儿了，是真的吗？是府里哪个下人告诉你的？这一别这辈子都见不到了。傻丫头。人呢？是在找我吗？阿江，我好像遇到了一个想为他活下去的人。其实有件事一直没有告诉你，我成亲了。啊，是真的？一直没想好该怎么和你开口，本想随他而去。什么都不用说了。我相信他在天之灵也一定希望你能和名字一样平安喜乐。相公，娘子，该歇息了。虽然有时候我知道喜良哥哥还是会想起他，会伤心，会难过，可是我相信他，因为他是我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。原来是这样，阿江，我现在就替你杀了他。是我对不起你，他无关。与他无关，好一副痴情模样。我想着那日长城下哭出来的骸骨是真的，多好。可我又想着你平平安安的过一生，不是更好？总不能缘着我喜欢你，就不让你喜欢别人。阿江，你再等等他，我让你们一起走，一起喝碗汤。上奈何桥，莫要再回头。夫君大人，我愿为孟婆引魂渡人，助人忘却前尘，永世不入轮回。你一个阎王老爷养鸡做什么？我自小身子弱，总提不起几分精神，他们就十分精神，你也十分精神。哎，你拿我比鸡，想不想？想。够不够？够。好不好？好。腾蛇蜕皮时最为虚弱，灵气大减，无暇顾及其他。
你要杀，我动手便是了。是藤蛇，十九。十一，我真没事。若有需求，找我。记住了。究竟是什么需求呀？你都知道了。你出生入死，原来要找的不过是腾蛇。你想要弥补我，偿还我，同我两不相欠，你还不敢同十九好，因着你没跟从前清算完。可是林十一，你欠我的就这么点吗？你若是要还，你便将十来岁的一并还我。我该如何还你呢？你知道不是？喜欢了，那我喜欢个谁呢？我怎么样？不成，你总是个年轻姑娘，我却要生老病死。十九近日不爱言语了，饭菜也不大吃，哎，真是奇了怪了。是虚耗，擅偷到别人的快乐。好急好急好急。龟孙子。怎么知道？好些年没见，本事长了不少。福地大人。快把十九的快乐还给他。嗯，找着了。土老妖这样不好看。他哪样？你这样小好看。我若立刻说许多话，是不是便能同你一起死了？你要如何吓唬我，才能让我不喜欢你呢？你怎知我几时回来？太阳落山时，老天爷最温情，多半呢，能等到人。你明知故问，我喜欢你的明知故问。回来啦。有些事，只能我教你。东山再起之东山是会稽东山，投桃报李之李是李十一的李。十一想要更多就是需求。腾蛇睚眦必报，如今动了他两回供出，若再去恐怕极难脱身。你觉得我应当怕他？依我看不必怕，离腾蛇藏身处越近，越易寻得白喜神像。蛇蜕皮后灵气弱，吞人食兽拆鬼以补气，灰飞烟灭。阿姨小心。阿姨，我跟他拼了。还没打断捕灵之事，功力大减，但我们也撑不住半招。十九别过去，快让开。破低腾跟我念，横横阴阳，横横阴阳，勾耳难尝，勾勾耳难尝，泰山魂技，泰山魂技，黄泉断肠，黄泉断肠，从从往事，往事，生而不死，百鬼出行，听我号令。阿和，我是谁？夫君。十一。我的亲娘哎！我有个好友叫阿平，他做了鬼，自个儿却不晓得。我怕他耽误投胎的功夫，想托你去找一找。好，我这便出门。泰山府那么多年，竟未想着谋个朝篡个位什么的。想过？嗯？怎么，你还真有这么大胆子？想谋朝，想篡位。谋你的人，篡你的心，傅无影。我不是傅无影，你寻错人了。
那么你喜欢的那个人是阿平吗？我不晓得。阎罗大人见的事情百态，也想唱一出爱恨绵绵，所以任是谁也不会是我。你不会以为我同你共赴巫山寻欢作乐就是与你谈情说爱两意相通吧？有些情意出现的过于无情，便衬得人像个笑话。在乱世里哭容易笑容易，活得有盼头不容易，我又该拿什么去接受阿罗的爱呢？大人走了，你的东西物归原主。我的东西？你从前写给大人的情书还有聘书。公子，这不是哭了几日的等待？我看他们都喊你大人，你在这当差吗？我姓严，名福提，原本是黄泉边上游荡几万年的民妻，盼十殿鬼魂，府君常唤我阿罗。阿罗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哦，不过是代号而已，姑娘随意。那公子可有婚约在身？我还有事情没有处理，我先走了。那就是没有。天不老，情难绝，心似双丝网，终有千千结。若是前生未有缘，待重结，来生愿。傅姑娘，公子可相信一见钟情？有些情意即是初心，便是有缘吧。愿我如心，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洁。大人，傅姑娘没有府间急，恐怕时间不多了，大人如何打算？知道了。阿罗，我不想魂飞魄散，我去投胎，投了胎便会生老病死，就能来找你了，对吗？傅姑娘，还是长命百岁的好。公子可相信一见钟情？这位公子便十分漂亮。傅姑娘，你想来我总说想嫁你，却不知该是提亲才对。若有缘相见，必再来下聘。别来无恙，福无影，心有双丝网，终有千千结。公子可看了信？实在不忍耽误世家小姐。可是若我想被你耽误呢？姑娘你没关系，那我就再写一封。若有缘相见，必再来下聘。也许从一开始我就想错了，我需要他，需要他成为漫长而无趣的生活中鲜活的念想，需要他来解释时间和等待的意义。还望上身成全。你的婚约令恒早已许了涂山氏一族，现在反悔取消婚约，要判你受81道引魂鞭刑，以儆效尤。阿罗心服口服。行行、啊、我是黄泉边上一朵桃金娘，就开在奈何桥底下，大人经过时裙角也时常拂过我一两回，那日大人受了引魂鞭刑。大人，我没事。大人，药煎好了，你去帮我寻一位药娘，要么有仇了。
消息。属下知道了。你先下去吧。真不行，大人吩咐要找一个丑陋的。原来大人竟然还会在意相貌。都说大人不变美丑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心头血交换了。那好吧，要是大人选不中你，今日之事可别怪我。不怪。不会。大人该进药了，端进来吧。是，奴婢加了甘草，大人趁热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陶金娘，你既是我的药娘，日后便不必自称奴婢，就唤你阿桃吧。大人，也不知夫君一切可好？大人，不必一直守着。我听闻你下令在泰山府降整整22日夜，赤诚坦然的爱意，往后未必再有的孤勇，或许他也想要记得。若是他不舍得用你，那便忘了也好。你心里还有我吗？如果有，我便跟你认个错。若没有，便不认了。是，死也不认。对我认错，你应当对我认许多许多的错，因为十分十分喜欢你。大约有两个姑娘能白头到老吧。十一，你带我去找星星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九大人，我也有被忘记的本事，我也想保护你。秦将军，你认得老身？白鸦此去流鸢，前来救驾。陛下，秦良玉一介女流，断不可委以重任，陛下三思啊。如今这大殿上谁愿意挂帅替朕分忧啊？这学旧西川八阵图，鸳鸯袖里握兵符，由来巾帼甘心受，何必将军是丈夫？臣愿领兵。好，朕等你回来。将士们，国家危难，我们身后就是家人，退无可退，唯有死战而。何时我大明百姓才能不受战火涂炭？夫君可想过有朝一日这世上不再有战乱？夫人又在说笑。假如呢？那便卸甲归田，隐姓埋名。那我们可说好了。为父的兵法军报都被你看了无数遍，怎么想赢过我？我可未必会输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日相见，还望夫人万万珍重。石柱宣抚使马千胜私吞军饷，即可押入刑部大牢等候圣裁。守城云，你无耻！你可不能死。朝廷的军饷还没到吗？将军，还没有消息。等不了了，把地契拿来。将军，我秦良玉的兵不能饿着肚子上战场。是。吴国何以有家？北上袁辽迫在眉睫，若不驱逐鞑虏，
秦良玉死不瞑目。杀！报，马将军，他没有及时把军粮送到，让你一个人撑了那么久，对不起啊！好在不会再有下次了。洪耀敦三战皆胜，可算堵住了那些朝堂上纸上谈兵的嘴。他们哪里知道，战场九死一生。自古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他们怎会不懂？好在陛下圣明。秦胜，值得吗？我们保护的是千千万万人，你说呢？哎呀，秦将军，你可算来了！把前线的战报都送到我帐内。好，有救了，我们魁州有救了！秦将军，秦将军，秦小将军被俘了。西周失守，并无援军。兔崽子，我杀了你！我是大英雄，阿爹阿娘都是将军，灵儿以后也要做大将军。我的丈夫、兄弟、孩子都战死沙场，国仇家恨至此，秦良玉对天起誓，这一生效命疆场，护我大明，九死未悔，誓死不退，誓死不退。将军戎马一生，何故在此呢？九大人，老身坠下山崖，想来是我死守社稷，壮志未酬，心有不甘。我可祝你长生，只是有违天命，需将你迁入缙云山。不得呀，与外人交谈，以免泄露了天机。九大人此番来，是老朽可以出山了吗？我并非让您长生至今，而是抹去了您关于死亡的记忆，停住了您死后的时间。现在是什么样子？如今是民国十四年，十余年前清朝便亡了。那么我的大名呢？我想问你，我是谁？竹九音，九大人。九大人，朱院被泰山府转世成家猪了。欺人太甚！他会被吃掉的，青青不想做猪。来者何人？识相的赶紧把你家府君叫出来，凭什么要朱院投胎做猪？朱院有星战之过，入畜生轮回并不为过。判令已下，无需多言，无事就快走吧。若是本大人今日偏要你改呢？府君，是否要调魂策军？不必。是府君。你竟敢看不起我，我看你是想死还是不想活了。太师劫！不是吧，这么不经打。阿罗，射结界。遵命。你耍赖，你有本事别救我法术。喂，妖女，毕竟是中山之主，不必干，寻个僻静的小院，别怠慢了。是府君，阿罗这就去办。有完没完，天天跟着有意思吗？我可是会打人的，我和你说话呢，你是哑巴吗？有没有人陪我说说话？
孤。杀劫剑，不讲武德。我一定要赢过他，本大人可是中山的门面。赢。阿秋，洞口的槐花开了，蜜结得很香，年前埋的冬梅酒也喝得了。三界都知道你一个人跑去大闹泰山府。你不用保护我，那个令恒根本打不过我。我和你说呀，他就是超级野蛮，粗鲁不堪，只要一提到我就恨不得再去找他打一架，把我们中山小兽的命不全给勾了。我这就去替我照顾中山的兄弟姐妹们，记得写信。诗诗，这里山讨厌水讨厌，尤其是天上地下拿枪做事第一名妖女，你快下来啊，令恒，那可是府君亲手下的数，最讨厌。府君，我还没打出胜负，还要与他周旋一段日子再回去。跑什么呀，吃亏的又不是我。今日忙，不等。方才谛听寻你做什么？寻生辰帖。生辰帖是什么？三月。什么三月？我若同你说了，三个月不准闹事。成。方才的允诺画押。你地藏之凡胎出生后，谛听便可化作小犬伴其左右。为何是小犬？做人不好吗？孽缘，孽缘。中山那位在我们泰山府已经住了几个月了吧，也不知何时才能送走这位小祖宗。干嘛？你有没有听说过他酒量特别不好？诗诗，你这个酒可真好喝呀，我还能再喝三杯，再喝三杯。娘，你别走，你别丢下酒啊！我可是找孟婆要了最浓稠的老汤底，骗他喝下这孟婆汤，前尘尽忘，将其哄走。九大人，今日有信要送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青青改日再来拜见大人哦。小兔子，你怎么会这么可怜呢？去哪儿不好，怎么能来这儿呢？哎，放我下来，快放给我，快放我下来。你再不放我下来，我真的不客气了。你被绑在这儿呢，多叫一会儿也是会有人来救你的，别担心。堂堂中山之主，成天只会欺负我们鬼差，算什么本事？你一辈子别想打过府君大人。收起你的阴阳怪气吧。要我说，你又打不过，还不如色诱。你打死他，还有新的府君。继续说。你若是和他相好，不但能差遣他，你那些中山小生的命格不都随你安排，不是？有点道理。对劲。喂，小尾巴，本大人和你说话呢。就是那个，你帮我到底有何居心？不是为了帮你，是受不了你天天闯祸，天天打架，连累我被责罚。这样啊，放心吧，事成之后我罩着你。谢谢你的申请录了。人间的情事我见得多了，最易使人疯癫，何况我又打不死他，法子虽然不光彩，但是好用就行啊！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豁出去！妖女，不对不对，府君大人亲戚。妖女，
你要是想同我好，须得把泰山府陪嫁过来。还有我们舟山小兽，是不是都不用被安排家住的命格了？哦，对了，还有那朱燕，是不是也能找回来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明日。又想去哪儿闯祸？这是和我说话？朱龙，还不休息吗？你后脑勺长眼睛了？是你昨日下的拜帖。是是是，我还以为你不会看呢。是，要约我饮酒，冰释前嫌。也是，反正你日理万机的，肯定也没人请你喝酒。你今日和以往不大一样，可是有心事需要开解。有吗？泰山府的往生路，可不是一般人能招架的。少饮一些。要你管。反正呢，就是比某些人能喝。本大人可是千杯不醉。怕了吧？令恒，今日你我就分个胜负。大人，不好了。他又和府军打起来了。泰山府不是设了结界吗？他们喝了酒，昏昏沉沉，一直打到奈何桥边，轮回道无法设计，还是要出事。朱龙，我对你已经是诸多忍让，没想到你竟然用如此手段得寸进尺。如此手段，要不是你设了结界，我早把你打得认输。说我得寸进尺，我就得了个给你看看。日游夜游，乾坤阴游，时称诀混沌未开，时不我待。夫君，阿和，1924年冬，今日晴。阿九，白玉生了四只小狗，喜公三母。就是机灵可爱。动心是什么？动情又是什么呀？你若喜欢，来瞧一瞧。大人回回写信却不寄信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我闻到了。什么？令恒？他会明白的。嗯，青青不明白。将军，大人，华将军叛逃了。混策大军现在如何？未胜骚乱，封锁消息。是。你不牵我了？十岁了，不牵了。谁说的？我娘。看来要去人间一趟了。星星不能制服，也并不凶险，你一早知道是不是？我查阅了典籍，晓得他的习性，所以你只是在防备我，对吗？你去哪里了？你又明知故问，我想了许多，我有些不服气。我当初放低身段说喜欢你，你却将我拒之门外。你既想起来了，方才我开口前，你害怕了。是，我害怕。你最是通透聪慧，怎么如今却又瞻前顾后，畏首畏尾呢？你看，前世今生你都说不过我，今生前世我也都打不过你。你过来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向你请罪。怎样请？身君在你前，
并非入了黄泉，却是回到了过去。师姐，将他送回去吧。为什么？万物生死，自有时序。送他回去？送回战乱里去吗？他不回去，战乱会更长。千里之外，与我何干？目之所及便是灾难，目之不及便不是苦难。这不是善良，是私心。你总是如此感情用事。我可真感情用事。十九姐姐，将我送回去吧，我娘说会胜利的。历经硝烟，能懂和平之珍贵，穿越死亡，才有对生之敬畏。这是瘟疫，我帮你。和你说过万物生死，自有时序。我愿意陪你做无用功。日游月游，乾坤阴游，混沌未开，时不我待。能从往生，生来之人，百鬼出行，听我号令。朱龙，令恒不曾管教你吗？你是谁？就是本王自东土千里而来，难道不能得昆仑西王母一见？你要见我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本王爱慕姑娘。我们相隔这么远，你将来还会再来吗？等我回去把东土治理好了，就再来见你。三年为期。我是天帝的女儿，也有很多想做却不能做的事。瑶池水畔，静待君归。等我。尔等还不束手就擒，真是荒唐！长生仙药，私受凡人。西王母，你可知罪？我与他情投意合，两情相悦，何错之有？不知悔改。令恒，上神，着令关押西王母，将穆王魂魄拘于炼狱，不入轮回。是。周穆王，你命数已尽，跟我回去。他怎么样了？你入泰山府，他就不会有事了。混沌，你未免也太小瞧我了。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？贪恋凡尘，执迷不悟。既然你那么关心凡人的性命，阿蛮，那就判你掌刑罚，不瘟疫，看遍人世生老病死。府君大人，当初你渡劫入轮回，诸神因你方便，我如今不过行我职权，大人怎的竟要托我为难？司其职天经地义，打他不行，其余的听不懂。想来令恒并未回归，但是泰山府君换人来做也未尝不可。丫头骗子，吴三平要你的命。老妖，吴三平，人从往事，生而不死，百鬼出行，听我号令。八骏日行三万里，我头老要穆王何事不重来？你现在想要杀我吗？不杀。老后，
留下双爪。兄弟，你的法术原是这样高，那么，我当年是不必同你打那么久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走过万里河山，走过波澜壮阔，我不过是趁你的底色，也如此有幸成为你的底色。我应当早些告诉你，目之所及，目之不及，唯你。不是尚可，而是最好。十一，四五十九。你知修不知修？我需要知修吗？对旁人需要，对我不大需要。是谁浮沉口吻，蜘蛛为谁等？就是前尘字字藏情深，岁月无痕坦诚，明知却故问，回首原是久别重逢，与故梦沉怎深。风流多，我问你，你这样高兴，若你不愿意付出，你可以索取。举半生温存，但问浮萦绕膝伤人。余生问观众梦魂，来处可害人？二生问谁人提灯照归程？三生问萍水相逢，故人何处寻？你可是鬼域泰山之神，长三界魂灵，要什么小宠不好？只有那烛龙尚可。他生性顽劣，若你一定要收归灵宠，恐怕要想个法子规整他的因果，有所教化才行。多谢上神指点。
夫君，属下明白。那就好。夫君，他来了。走吧。夫君，这是……去吧。属下这就去办。